这些菜单的技巧哈，就是说这城市这些菜单是干嘛用的，是选择的 IT data 的编辑资料的哈，填那个 test ID 就是说删除检测 ID， empty component 的 ID 就是把那个那些 ID 清除掉，untry 就是说覆盖掉它的意思，这是我测试的 test ID， 这里一般是指那个 part number 哈。测试 OK 以后就把它覆盖掉啊，就说提示物料，你现在后面没有物料，所以接下来用不到这些。New component 就是说是指给一个新的名件啊命名，命名一个爬或者命名一个 ID 或者一个身份。然后你把这里输入一个新的名字以后，在这里输入那个名字的那个这个零件的一个 data， 就是一个数据库里面一些信息，有 speed data 就是说一个速度的一个数据啊，然后 pick up 就是说取件的一个速度0.075，然后旋转塔旋转速度0.075，同步的贴片0.075， pick 飞弹什么意思的吗？知道不？都前面的讲完了，还有一个没讲的，就是那个你们这些菜单都记一下哈，就是说这城市这些菜单是干嘛用的，是选择的 IT data 的编辑资料的哈，填那个 test ID 就是说删除检测 ID， empty component 的 ID 就是把那个那些 ID 清除掉，untry 就是说覆盖掉它的意思，这是我测试的ID， 这里一般是指那个 part number 哈，测试 OK 以后就把它覆盖掉啊，就说提示物料，现在后面没有物料，所以接下来用不到这些。New component 就是说是指给一个新的零件啊命名，命名一个爬。或者命名一个 ID 或者一个身份，然后你把这里输入一个新的名字以后，在这里输入那个名字的那个这个零件的一个 data， 就是一个数据库里面一些信息，有 speed data 就是说一个速度的一个数据啊，你看 pick up 就是说取件的一个速度0.075，然后旋转塔旋转速度0.075，同步的贴片0.075。飞弹什么意思的吗？知道不？啊？没有，都前面的讲完了，还有一个没讲的，就是那个的，对，速度，是飞弹那个送量的一个速度。对。好，这边 carriage tape 就是说那个，这里的 carriage 是指那个飞弹。它的翻译的中文翻译它的意思吧，就是指那个飞达哈的一个类型，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料是用来纸袋的，这是选 paper， 所以飞达上的料是用上的胶带的，这里讲 emboss 啊，它是 emboss 啊，然后那些类型 R 或者还有 C。或者还有其他的，这是那些零件的一个缩写 ，R 是不是啊？电阻的缩写 ，resistance 的缩写哈。说那个全称 resistance 对不对？还有 C 是电容嘛，对不对？它也是一个第一个字母的一个缩写，所以这些零件的一个类型。然后这个 tape width 就是说指这个。宽度就是尿袋的包装啊，宽度飞达 pitch 哈，这是它一个间距 ，thickness 是它一个厚度，这边 head nozzle 哈，就那个 pitch 是 pitch 这个机器的，这个 pitch 就不是 pitch 零式的那个城市的啊，对，就是在机器保养完以后。你要做个校正，
然后会选择所有的头，然后会选择所有的细嘴。这里会所有的头嘛，所有的细嘴，对不对？全部显上，然后所有的设置，就包括里面，不管十二个头全部设置的，然后十二个头上的每个头上的五个细嘴全部设置的，然后再点 on， 点 enable， 它就会检测就会返回到。就会放到这一项，然后检测它的一个结果。这个 dirty detection 就是那个 camera 感觉这个细节影像很脏，对不对？它察觉到了，然后就把细节对，看它这边会显示有几个，就是显示数量。这个 noise offset 就是说，这个细节原点偏跑位了，它就会给你校正在哪个地方。这边所有的信息都会反馈到那个，开始跟你讲的那个面板里面，就是在，会反馈，对，会反馈到这个面板上面来。假如说第四个，然后第四个头，第三个是最脏了，是吧？它就会出现这个状况。就那个这个 teach， 刚前面的 teach 是 teach 那个程序物料用的，这个 teach 就是 teach 那个保养过后，细嘴取下来清洁装上去，然后机器更换你，然后再来校正一下这个机器这个细嘴原点位置啊，来检查这个细嘴脏不脏啊，那反光镜脏不脏啊，就是做这些检查的，还有那个水平高度，还有检查那个细嘴装上去，你明明细嘴都是这么高的位，你是不是没装到位，或者说装太下了。检测这个的，一个细节的一个检测。这边就没什么，这边都用不到了。这里也用不到了。这里只是告诉你一个信息。你看这个周保养，一月保养，然后三个月保养，六个月保养，这365天年保养。这些信息嘛，这些那个 history 这些都用到了。这个里面是他们修机代理修机才用的，他们要设置这里面一些功能，要把它打开或者关闭来检测的，相当于一个 IO。你知道 IO 什么意思吗？这个模拟信号检测，就是说它打开以后，把这些功能打开，再来手动操作，然后看一下那些功能是否正常。就是代理啊，一般是代理用才用的，这里都是用到的。这一般出现机器出现大故障大问题以后，才会进这个菜单里面。这里是 IO diagnose 的啊。是一个 IO 一个诊断哈，对啊，一个信号一个诊断。这里面都对，名字 check 那边没什么。这机器一个制成的一个信息，有几个 CPU， 你这个东西，你伺服器。基本上我们自动的手段我们要用到的都讲过了啊，包括一些不用的也讲了一些，在这个构造再讲一讲啊。这里面是查那个measurement data， 就是查那个当前生产一个程序生产3-4个钟那个机器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性能，就是说哪些料发料哪些料不发料，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 head hero peer feed up，这个有几个缩写的，这个一人缩写的，贝塔缩写的，就每个贝塔哈，一些错位信息的一些记录，到时候你 hunting 就是要自己来处理的意思。A B C D 刚都讲过对不对？我也讲过哈。
说 B 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刚刚讲了 A 是什么意思啊？也不知道，我记得我跟他讲过一遍啊。这上面有吗？ Missing 就是漏键嘛， B 也是漏键嘛， C 是指它那个厚度嘛，不对嘛，厚度嘛，人家的厚度不对嘛，然后 D 是指那个影像抛量嘛，对，反正报的是后面几项都不报的，这四项报了就是说数字越多证明那个量抛的越多，就是反馈一个信息给你， A 一般是指正常抛那个没料的报警，或者说那个回答放上去下面有尿，可能没有尿把它顶下来，取完取个脏，然后你们先掉下来，这个 B 是指取完尿传送过程中掉的，就是站了一下还掉了没了，就取起来都没了，掉了一下又掉了，这个 C 就是说那个尿那个 data 改包装了，就是我这个物料我们都碰到过，以前是1.5毫米 1.3毫米，对不对？现在第二次拿的尿功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电容，但它厚度改了，改成2.0，可能厚度不对，我就取不起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明明它是要下去的，到1.0那个位置去，但是它那个尿或者比它更矮一点，或者说到这0.5毫米，拿尿更矮一点，它就不下去，可能它隔了一点点，漏着了那个吸一点东西。这影像呢，就是说物料类型啊，你给灯光啊那就不对，它都会跑掉的。所以这个做影像也是这个比较那个，因为它就基本上技术零件做影像好做嘛，有异形料的零件很难做的，没做好的话，那侧光啊，还有辅光啊，这个背光没给对，比如给多少大小，它都会爆。好，这个讲一下这个哈，这个可以清除它的，就是这个 data， 这个抛量 data 你可以直接把它清除掉。这个一跟二哈，一是清除当前的哈，二是清除这个所有的。这里也可以打开程式哈。这个数据就是说，机械一些成绩记录数据，就是说机器过多少个板啊，就是没多大实际性的用处。还有机器运行了多长时间，这一次5个小时啊，就是记录机器现在的一个状态。它的 program 就是我们所说的程式，就是真正的我们现在机器要生产的程式啊。数据编辑了。对，这是数据编辑了。要做程序。对啊，也可以另存的啊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歇会儿再跟他们讲。啊，做程式，等会儿就做程式了哈，其他。